你知道，要不算大雨，让全座城市颠倒，我会给你怀抱。受不了，我真的受不了。愿你走进天边。梦想。我是骗子。我的天是灰色。哇。我的心是。嘴唇在抖。是挡不住。有唱歌啊。再一杯。再一杯。谁有事了？醋精，不是醋拌，是醋精的醋精啊！你希望看到我们是黄清峰，还是林玉清？林玉清，还是看到曾学友？清峰先拿、黄清峰，你知道。要不算大雨，让全座城市颠倒。我会给你怀抱。受不了，我真的受不了。看见你背影我爱你到好下我度秒如年能爱的。OK， 再上有版权问题。是那个味道。好，下一个谁？我们想听一下，林玉清唱的。愿你走进天边。梦想，我是骗子。曾学友，曾学友，先那个，你最会唱那个《心如刀割》。我的天是灰色，哇！我的心是，嘴唇在抖。是挡不住。有唱歌啊。再一杯。再一杯。谁有事了。他有事了。镀金没有办法换气，但他有办法换气。啊。对。他还有办法压声音。不知道有多醋啊。对不对？那你要唱什么吃？唱什么吃？他们又没有模仿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我知道。那你有模仿，你是大魔王，你去唱歌边吃。我最赢了。没关系啊，因为就一定是这一轮啦。这一轮换最赢的吃嘛，你就对啊，你的对不对？哆哆哆哆。哆哆。你要先唱两句，然后吃这样。对啊对啊。闻到了，会吧？哆哆哆哆哆哆哆。不要再演了啦！不要再演了啦！整口吃下去啦！我那你很厉害，超厉害的！自由潜水，我就差最后一堂课了。憋气这件事情不算什么。真假的？真的真的。没有办法呼吸。真假？我水下可以沾。Free diving 三分钟。我刚刚一开始就给你们提示，那盖子掀起来的味道，整个都冲出来了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快三分钟啊！可以三分钟，就成哥了啊！郑文成，我觉得他有吃到。你确定我有吃到？因为郑文成咳得太哑了。你这样说他，那你就去吃哦。哦，我吃啊，就他了，他刚咳太假了，他咳太快了。你怎么手在抖？你看，我不用你闻就好了。我不相信。这你莫该疼呐！你闻看，就他了啦。我刚刚是不是他很假？我不用吃了，就他了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选你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觉得你今天是个病人。我刚刚说郑文成太假，他咳得太快，他演的。他每个他今天感冒，他说他今天感冒，人不舒服，我们要体谅他。没关系，没想到人家骗我们。我跟你说，你等一下不要进休息室。那你看我去哪里比较好？你在